就其实我挺随性的，就是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就是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就有些人说拍自拍的时候不要从下往上拍，但这不一定啊，因为从下往上拍有些人拍出来也会很帅，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角度，所以我一般就是要不就是这个角度这个角度，对，但是根据那个光线的不同再调整你的角度就好，就像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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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这几个角度。接下来就是就是找一个好看的光线的情况下多拍，多拍几张过后总有一张好看的会出来的，对，就是对像这种情况。各位平时无聊就是多找各种角度，就是在搭配不同的光线总会有一张好看的照片出来的，要是没有就当我没说。